这条，我害怕。 大家注意过来，这次我们去杭州参加汇演啊，大伙儿要好好演啊！啊，演好了就留下来，那可就是杭州人了。<笑>是啊，留不下来的没关系啊，回来呀，继续唱啊！<笑>
阿姐说，以我的条件，要找一个有当地户口的对象，我才能留在杭州。你阿姐又给你介绍对象了？是啊。沈剧团呢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你也不能什么都听他的，你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想留在杭州，那样的话还能和你一块唱戏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分开的。嗯，志条，我感觉你眼睛又严重了。这点好看。银心还没有来信吗？嗯，没有。快点，上课了。老师，来，我们正式开始了啊！快点，都坐好了。上课的时候，快去，快去，快点啊！都坐好啊！来，那么我们正式开始了啊！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龚老师，美院毕业的，是我们王兴记扇厂出来的大师傅，还在西湖边开了一家扇庄。今天呢，来给我们讲一讲舞台上的扇子，大家热烈欢迎！哎，龚老师，你唱过戏吗？老师还没讲话呢，你多什么嘴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没唱过戏。没唱过，怎么讲舞台上的扇子啊？龚老师，我这跑多少个都是不要听。我没唱过戏，只懂扇子。不过我们可以相互探讨。那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吧，舞台上的扇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？是用来唱戏的。没错，我听说你们去万松岭去寻找十八相送的感觉了。那我就再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梁祝里的十八相送为什么要用扇子？只是为了你们舞台上的表演吗？我不这么觉得。梁山伯用一把纸扇代替了男人的利剑，其实是遮蔽了一个男人女性化的实质，对吧？那祝英台用一把纸扇对自己的女儿身既遮蔽又暗示。我觉得中国的扇子在有些时候还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暧昧。其实就像你们越剧的女小生那样，她是介乎于男性与女性中间的第三性。就像这位学员眼上戴着墨镜那样，他遮蔽了你的眼睛，
但却让你的目光在别人眼里变得独一无二。池田，他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你的目光是独一无二的？从前你们认识呀？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我虽然不懂越剧啊。来，姑娘们啊，龚老师给你们来拍照了，快点站好。来，第一排的蹲下啊。龚老师请。哎，大家看我，看这里，3、2、1。为什么你说越剧中的女小生是第三性？我说第三性可能是不男不女的意思，他说那样的话，他不就不男不女了？一家之言，随便听听吧。龚老师，扇子如果是用来遮挡，那我的表演就要收。我很多动作都需要重新设计。龚老师，我能用一下你的扇子吗？比如说十八相送，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路下山，那手中之扇是应该遮我还是扬我？你为什么一直戴着墨镜啊？他眼睛得了病，医生说我眼睛见不了太亮的东西。龚老师，我们马上就要会演了，我想知道我是应该演得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，还是演一个像女人那样的男人。龚老师，你是不是有点累了？我看前面有好多糕点铺，要不我俩请你吃点心去。不用了。我觉得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，不用问别人。我真的不懂越剧的，我只懂画画，但我知道很多画家，比如说梵高，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，从来不请教别人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鱼来喽。龚老师，你觉得我们慎县的姑娘怎么样？什么姑娘？哎呀，你马急了，给你介绍对象啊。我们慎县的姑娘外面可都抢着要呢，这次选出来的都能留在杭州，不用担心两地分居。比起你啊，不要担心的，台上面嘛扮相漂亮，台下的也是最温顺的。我看有个高个子的女孩就不太温顺啊。你说的是垂髫吧？我说的可是银心。龚老师，垂髫那姑娘可不简单，我听说她是有男朋友的，就在团里拉胡琴的。对呀，银心请你吃点心你还不去，看戏总归要捧个场嘛。这件怎么样？太贵了。打扰一下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我在杭州是做茶的。免贵姓于，认识一下，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请我。你们自己懂。
你也来看戏啊？你看我这个妆还行吗？这个美呀，做得对，谁知今生有所谓谁，欢欢喜喜唱起来呀，应该将我花轿招去的。家乌两兄早相会呀，
室有人找。我来换扇子。有一次，我从台上摔了下来，眼睛就摔伤了。那医生怎么说？治不好了。那把桃花的扇子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我想送给你。你还傻练什么呀？再不想想办法，男人名额都要被他抢走了。只有你知道他眼睛那个事情，在台上找个机会让他出个洋相。再说了，我都跟团里说好了，你可别死脑筋啊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我先走了啊。与兄舞你过家去，你怎么又错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都唱了多少场了，还记不住？你都演了100场《梁山伯》。我就演了10几场祝英台，那我脑子里的祝英台怎么都是你啊？怎么了？对象没有介绍好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大不了人家不要你的话，我养活你啊。就你会胡说。再来一遍。叶丽青，
是怎么了？没事儿啊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？没有啊。来了。嗯。你画的啊。这把是羽扇，春秋战国时我就有了。这把是团扇，竹木为骨，丝绢糊成，始于西汉。其实它又叫乔郎扇。你把它这么拿着，就是隔扇羞愧意中人。
你眼睛的事儿，我真的只告诉了表姐。我发誓，我要是乱说，我嗓子坏掉，我出门被车撞。留在杭州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那人家选我了。为什么选你？选我怎么了？全世界就你一人配得上这个名额吗？我做什么了？你眼睛坏了这么久，要不是我帮着早出错了。这些年你什么都比我强，就这一次选我没选你，你就那么难受吗？就你是娟儿，我活该陪衬。你真以为没你我就唱不了了？我找别人搭档，我照样唱《梁祝》，一百场、两百场，我就唱《祝英台》，还是杭州的《祝英台》。银心，你记住，以后只演小姐，别演丫头。
正巧路过，顺便来看看你。你先坐。哎。你别在这儿忙了，快进去陪他。那个于老板没再跟你联系吧？没有。千万别跟他牵扯不清，有钱归有钱，但有老婆孩子的就是跟你玩玩。抓住龚玉善，听到了没有？嗯。别干了，拿着。工作不好做，谁像你啊？来来来，我们喝点啊。来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来来来，吃起来，吃起来。来吃啊！动筷子。多吃点啊，都是家常便饭。龚老师，你还记得那个垂髫吧？现在跑去按摩院了。当时多狂啊，团里留他帮腔他还不留，现在只能去学盲人按摩了。好嘞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吃饭吃饭。听说他跟一个有老婆的大老板不清不楚的，最后还是被人给甩了。哎，他也是不容易，现在在徐州火车站那一带，最是鱼龙混杂的地方，污糟的不行。今天我们团放假，来给你改善一下伙食。吃完晚饭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我今晚想华山的。你换你的。客人好，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先趴下吧。
江山不雄有无敌，也无美而也无计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得与人兄心欢喜。
别画了，来吃饭吧。我阿姐又问我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？老爷吩咐，有其正位萧霁过夜。辛苦了啊！都到花厅用茶去吧。是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往后面去，快点。殿下，跟你说个事情，战场要说变了，第一批名单就有你。让你先忙啊！我找到唱戏的地方了。李姐，李姐，哎，你哪次唱戏我不准你讲，为什么非要这样？那些乡下戏班子是倒就倒了，考不资格。倒不了，场子从白天排到晚上。那可给整累的啊。他这眼睛吃得消啊，没事的，有戏唱我不怕累。楚条，我们走吧。李姐，谢谢你。想
做的这套按你的尺寸来的，这衣服面料好，花色也好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没事儿，给你准备了新的。你现在是杭州人了。他们传的大老板是真的吗？他们传什么了？他们说你
跟了一个有老婆老板好，后来也被他甩了。都成成这样了？实际上呢？我以为他想听我唱戏，结果对我动手动脚了，就把他给骂跑了。我猜也是这样。你后不后悔？我没想到离开了团，要再上台有那么难。当初让你留，你不留，非要把自己做成这样。现在团里也不如以前了，听戏的人越来越少，角儿们都在想别的法子。有关系的当演员，没有关系的回家生孩子。像我这样的，早晚有一天不干了。有我在，我们就有戏唱。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订婚了。好啊。跟龚云山。我的祝英台终于找到他的梁山伯了。别送了，你回去吧。Thank you.
阿哥，替我还了吧。他还好吗？我们现在在乡下戏班唱戏，每天都有演出，心情还不错。可就是看东西不行了。他还在唱戏啊？还在徐州？没有，我们回杭州了，但是在乡下。银心还过来唱过呢。那我先走了。银心，我们结婚吧。来，我想好了。嗯，你知道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结婚的时候吗？他们就订了很多好的扇子，放在篮子里，送给宾客。我们也俗一把，到时候拿把扇子，来，拿着。嗯，我把宾客的桌子全都设计成扇子的形状。你就让他们唱，绕着他们唱，想唱什么唱什么。嗯，你是舞扇的人，也是扇中人。杭州从来没这么大婚礼，我们会独一无二的。婚礼？什么婚礼？谁要跟你结婚？谁要跟你这种小男人结婚？死去吧你！你不喜欢，你可以好好说呀。我好好说，你又好好说吗？你不就喜欢找借口吗？你不就喜欢藏着掖着吗？明明是扇子让人家给退了，看人家没指望了，说要跟我办什么横扇婚礼。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混蛋。你给我出去。你为什么不说给我滚啊？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。这才说了半句心里话，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破店啊？龚玉善，你明明心里没有我，我干嘛心里要有你啊？
下个月那几场戏你怎么不找我唱？不是不找你唱，你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怕你忙。结婚？我把他给甩了。他那种小男人，谁要和他过？那你有新的打算了？是啊，我要另有打算。哎，把那箱戏服拿过来。来了。黑神爷中了你一的诉讼，命案于鬼一者，前去汴京捉拿王魁去与也。当真？言语鬼文牌飘。黑神爷降下了对文的令呐，东王无鬼气残神，判官言语大。眼睛成都那为心老师，你也来改社戏那个，你们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一下，我晚上卸台了。不是说还要演几天吗？今晚是最后一场了，你没看没演完观众都走一半了吗？我明天的票也没有卖出去。那老板，我们的钱怎么算？哎呦，我票也没有卖出去，我哪来的钱啊？我这戏班子都支撑不下去了。要么你们自己找找出路吧，啊，啊！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！Thank you.
你跟我走吧，跟我换山庄。你想上去，我帮你找地方。西湖边有很多人听戏的，我们总会有办法啊。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你别管我了，好好过你的生活。是银心吗？你还想不想和我唱凉州？正当与当年联系时的味道，唱得不错啊。好。
哎，刘老板，哎，欢迎欢迎，来，坐坐坐，来了。明星啊，嗯，这于老板说你的祝英台可是天下无双啊。那是他那是取笑我。哎呀，如果你们二位没有唱尽兴的话，要不哪天我包个大场，我让你们两个唱全本啊。那太谢谢你了，我们现在还不够那个资格。谁条小姐人长得漂亮，戏又唱得好，要不我出钱给他搭个班子好好唱。那好啊，那你们快感谢谢刘老板啊，来这一杯啊。来，我来喝杯酒啊。哎，刘老板，他不会喝酒，我替他喝吧。你也不要喝多啊，我来。既然垂髫小姐不能喝酒，要不赏个脸，我请你跳舞吧。垂髫也不会跳舞，我陪您跳。那怎么行啊？那鱼子还不跟我急啊？我们还要跳呢。刘老板，我陪您跳，雪娇。雪娇小姐，双气点，来。抬头望夜空，但漆黑怎看通？如同是你这封信，看得我心痛。一笔一句一点，如利剑那样锋。怎么说爱的内容？对你其实热恋是一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个盒子装啥装？别动脚！叶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终于放！喂，好，马上来。
喂。情诗要被送去劳改了。我要走了。去哪里啊？去美国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。你要跟那个老板结婚了？我把垂髫交给你了，你要照顾好她。你心里有过我吗？担心我，照顾好你自己。真的吗？嗯。我害怕。我就那一个人也不认识。万一遇到难处，李欣啊，该走了。没有人去说。没事，有我在。
把你的谜给破了。你说过，越剧中的女小生是介于男女之间的第三性。我之前不明白，但现在懂了。女小生，她不是男的，也不是女的，也不是不男不女，她是超越男女，像是把男人跟女人揉成了一个更加纯粹的性别。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我就是明白了。外公说过白马非马，女小生就是白马非马。我好像能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最好的时候。